有关于巨蛋巡巢29年的前的活动，那会长看到这一项讯息，立即交代，联盟的同仁认定这一项活动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着手来安排。那目前来讲，有15人来电登记，也有2位球迷已经领证了。那我们请还有这些正本的球迷们，尽快来跟联盟来确认。那这个证件拿到之后，本证件采实名制，所以只有本人可以来观赏。那这个也跟各位球迷再确认一下。那比赛的过程事实上是写例行赛2024大巨蛋的例行赛，不过联盟也在研议我们是否让开放季后赛甚至总冠军赛，也让这些球迷有机会来见证。那增建的座位基本上是只要是大巨蛋观众席，我们采用自由入席。那联盟这边如果是当天是客满的，联盟会安排协助安排他们的座位。